Get it. Jazzy.各位同志，各位同心，大家安安，大家好。一关无？哦，关袂擦，奈袂关啊！哦，这两天啊，我感觉今日上关呢，关啊，你袂关？啊无，啊无啥会关，对啦，无啥会关啦，爱出来穿衫哈。哎，大家来参加咱的，咱本来是叫做哈法律建国学院，但是经过一年以后啊，咱已经改做建国主题学院，是安怎？我甲各位讲，伫咱的生命内底啊，你看袂到建国，你能惊到？绝对看袂到建国。这就是今日你来这上课的原因呢。但是主题甲建国有无同款无？其实是同款。我这今日就要上课要甲你讲法律，互你知。你若知影以后台湾地位的法律以后啊，你就袂艰苦啦。这边中华民国体制下卡的总统大选选了啊，吼！足侪人足郁卒嘞，所有的本土派，那伫开会吼，听讲弃诶，迄个啥叫做啥物低迷啊？气氛低迷啊，是真啊无考出来尔尔啦。各位，你若上过课，你就看有报纸，你就知影讲台湾的地位到底啥物物件。你会晓看报纸无？你会晓无？你感觉讲你会晓看报纸，你举手我看麦。三个尔，我讲恁三个嘛绝对袂晓看。啊，倒边看你，倒边你遐厉害，我都看无咧。我甲你讲，来，我先甲你考试，目睭揢起来。甲讲倒咧，卖偷看啊。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，再讲一摆。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，对的人你举手。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，即句话对的举手，唔对的举手。手放下来。你卖呢？是不是你有偷看我迄个录影带？你若举手的，我再讲一句给你听。国宾饭店。是住伫国宾饭店的人耶，再讲一摆。国宾饭店是住在国宾饭店的人的，这句话对不对？对不对？这大家拢知影。啊，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哦。那以前呢，媒体拢甲你写咧，大家拢讲对啊。啊，那台湾人拢哪唔对？我不住伫台湾啊，这当然是我的台湾啊，唔对啦。你若讲台湾是台湾人，台湾啦，我甲你问啦，你会交地价税无？啊，你的土地你交什么地价税？你的厝租予别人，别人来住你的厝，爱交予你租金。啊，你即马你家己的厝爱去交地价税，爱去交房屋税，很奇怪呢。你不要去收吗？啊，无台湾到底啥个？哦，这个问题来啊！台湾到底啥？我来甲你讲吼，是讲吼点破吼无价值啊，但是无甲你点破吼，你即世人干那伫遐你想安尼，你想甲你都读较疼，啊嘛而且呢想甲读较戆啦。马关条约你捌听过？马关条约，1895年4月17号签的马关条约。马关条约是谁跟谁签？满清甲谁？日本联婚呐！你啊，你拢读册读一半，因为中华民国甲你教你一半尔。是满清的大皇帝和大日本帝国的大皇帝，这大皇有天皇，是两个皇帝互相去签的呢。
我问你咧，我若甲你签契约，这间厝卖予你，这间厝登记的所有权是啥物人？对方嘛，是不是？所以台湾这块土地，那有登记的孙啊，要登记予谁？灵魂啊，日本灵魂啊，日本天皇对，日本天皇啊。所以日本天皇有台湾这块土地的所有权啊。过去国民党入来伫台湾的时阵，第一项就甲你骗，甲你教无正确的历史，讲哦，我们中国割让台湾给日本。所谓的日本就是表明一下，日本政府。你讲奇怪呢？啊，无定人讲日本就是代表日本天皇的派系哦。1945年9月7日。投降的时阵啊，日本迄当时的外交部部长叫做崇光葵，崇光葵伫伊的身份证顶端啊，佮写佮清清楚哦，崇光葵代表日本政府佮日本天皇，是两个轨道呢。啊，过来讲就转来，建书，1941年，日本。去甲奇袭珍珠港，后尾啊，日本拍输以后，在1952年4月28日，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第二条，伊讲啥 ？Japan renounce 放弃 all 全部的 right 权利、title 名义 and claim 主张，对台湾甲澎湖这块土地。权利主张，甲这个名义啊，拢总放弃。但是真注意哦，你甲看卖啊。我甲你讲啊，因为中国人吼、哦，伊唔敢甲你用英文，伊家己写的准绳，其实伊家己写的无准绳呢。我甲讲伊的毛病伫对啦。Japan renounce all right。欸，在座捌读过英文的举手，拢捌了。欸，你捌读过英文哦？真的吗？哦，不要紧，啊，今日听袂歹呢，啊，你的学费爱加一倍，哈哈，无咱学费是免钱的，咱交的5000块唔是学费呢，你一只大客车呢，你民宿住两晚，食十顿，爱开钱吧？唔是讲你来遮，你学费是免钱的，我再跟你讲一摆哈，你唔能讲吼，我开5000块去学，无呢，你是大客车开钱呢，上课拢免钱的。你要看看 ALL 就是后面要加什么 S 复数啦，复数啦，你读过英语都知道嘛，所以那个 Right Title and Claim 主张这三个 Right 这个 Title 跟 Claim 要加 S， 不加 S， 这就是玄机啦。所以日本有放，有真正拢总放弃不？日本这个头前的日本代表日本政府、哦、日本政府没有放弃，所以吉田茂在1963年写一本书叫做《The War in Japan》，伊讲啥？我们日本没有放弃台湾的主权，我们只是放弃台湾的主权权利。哦，权利还有一个名叫啥？对啊，你捌读过啊？有权利必然有义务嘛。所以你有义，这个日本的义务还没放弃。所以日本跟美国的美日安保条约里面，日本政府有宣布说台湾海峡的事情，有事情就是日本有事情，原因是这啦。所以你看看报纸，你如果看有，你绝对看不到，奇怪的、啊、你不是说已经放弃台湾、啊、你台湾海峡哪有事情，你就有事情、啊、全世界都没人要抗议、啊、你就知道了，日本不是放弃主权，是只是放弃主权权利。各位，所以你如果听了你就知道说是啦，这里面有说到日本天皇吗？有没有？没有。所以在法律上来说，日本天皇到今日为止，这个时刻为止，日本天皇要有台湾平和
土地所有权啦、啊。日本这个二元的国家，伊是安怎讲？天皇下骹有一个政府，天皇有四地大地的土地，这四地大地的土地就是北海道、本州、四国甲九州，佮加上琉球，加上台湾。但是台湾迄当阵拄啊提时阵啊，迄、那个清朝是足夭寿的。迄当阵清朝，敢有真正规个台湾的这个土地拢是伊的？唔是呢？你甲看这地，就迄当阵的迄个官方的这个叫做图片呐、啊。这个台湾星上面像是什么东西？蟾蜍啦，迄、那个咪蟾蜍啦，迄、那個、叫做啥？蟾呐、啊，蟾呐、啊。哎，叫啥？蚕叫啥？牛啊啦，对对，系啦，牛啊，迄马袂记哩，叫牛啊，即有生牛啊无？胖汉一边嘞，正边迄是原住民的土地嘞，所以有迄赛德克巴莱，你有去看无？迄、那个原住民出草就是安尼嘞，你去加奇怪啊！我按道的土地，我们家的土地，你一个外族进来啊，甲规定讲我们不能打猎，我不能干嘛？反抗啊！所以原住民的反抗日本人。反抗中华民国是完全的正常啦、啊。我的土地你无代无地挂号啦，但是所以这个时阵的台湾啊，唔是中国的领土，啊，这国际法内底有讲，哪尊是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啊？啥物人拢袂当甲你割让。但是你哪尊是殖民地、拓殖地，都会当割让。你讲啊有理无？讲到国际法吼，这款的一定爱讲理，有没有惯例？美国甲西班牙战争，西班牙战输1898年战争输了，1899年，西班牙将波多黎各、关岛、古巴甲菲律宾挂号美国，因为这四块土地拢是西班牙的殖民地，哦，殖民地。才可以割让啊！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，谁那也别当割让，有理无？有。马关条约，当时清朝要将辽东半岛挂给日本，签了啊！马关条约签了啊！但是国际上出来反对，尤其是三个国家：德国、美国、意大利出来反对，要等呢。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，按照万国公法规定。未当挂予日本，安尼变啦，日本乖乖，佮签一个约，献予中国。但是台湾是中国的拓殖地、殖民地，所以可以割让。哦，啊，日本怎啊摕到这块土地？问题佫来了。当时日本摕到台湾这块土地，台湾迄个时阵是确确实实是日本的殖民地，没有错。日本啊。头脑真好，人伊有照国际法来行，照什么国际法？伊伫1937年开始皇民化，皇民化。什么叫皇民化？就是讲，住伫台湾这人，你可以改姓名，因为你伫马关条约的时阵呐、啊，1895年4月17号马关条约签了，5月8号生效。刷下去6月2号办交接，中国李鸿章的后生李经芳和当时台湾的第一任的总督华山之际，华山之际在对签你知吗？在这个台湾家人的边啊，遐离外海签啊，签三天呢，那签一个啊，这点高呢，爱签三天，为什么？台湾的岛啊，一粒一粒点，因为伊马关条约第二条，伊讲啊真清楚，伊讲台湾跟台湾周边的群岛，什么是周边群岛？以咱即马看到这个岛吼，你伫海面看你看袂到，但是这个岛伫海下骹那种连做伙，叫做周边群岛。尖阁群岛就是钓鱼台，钓鱼台跟台湾连着位，所以钓鱼台这块土地啊，像的台湾的，但是台湾像的
啊，所以钓鱼台上的足清楚的嘛，安尼讲就足清楚的嘛。啊，这中共吼，你共欺负呢，你花啊！伊是自古以来钓鱼台是引导的历史，引导所写的历史啊。但实际上都不对啊，所以日本嘛推阿民呢，日本嘛到最近吼才发现呢。日本人当时伊是讲啥呢？伊讲迄当阵啊，伊讲伫1895年的一月份啊，伊无代无志吼，伊甲宣布讲尖阁群岛是钓鱼台，是无人岛，因为国际法这条规定，那无人的吼，啥物人去甲占的吼，啥物人会当先 claim 就是主张啦，啊国际法会通。但是第二个月，中国虽然讲，迄清朝虽然讲，迄无准绳啊。阮清朝足早以前，阮都有去啊。阮的册嘛安尼写。我讲你哪退？你甲用马关条甲建嘛？马关条讲啊遮清楚嘛？周边群岛就是钓鱼台嘛？你大清帝国已经放弃啊嘛？啊，伫即个旧金山和平条嘛，要互伊摕倒转去啊？所以日本伊即爿巧啊，哦安尼哦，啊所以日本才甲咱民政府啊联络非常密切，伊咱有研究啊，伊无研究啊，啊咱台湾啊，诶台湾本土台湾人哦，是拢互遐中国啊吼，用假历史，啊用迄个民族的感情意识，拢讲感情的呐，啥物自古以来，那自古以来吼、哦。我住迄婚姻观哦，迄到了阮兜，迄拢阮兜的厝啦。自古以来，哎，敢袂使？袂使哩嘛。自古以来，所以各位，即马开始，规个国际绝对回归法理。照法理来，希腊维去年的10月30日又宣布啊，南海这个问题拢袂解，爱用国际法解决。伊嘛无真清楚呢。伊吼，甚至阁叫 CIA 甲我讲，叫我去伊写南海迄个论述啊，迄、那个法律底底呢，伊拢照迄个行呢。虽然透懂啊，你知毋知？南海上诶，你知毋知？南海上诶，懂我安尼问你，就知影讲咱诶嘛。啊，但你要讲理由啊，你袂当讲讲咱诶，甲什么中国共款？自古以来就是咱诶，无迄个代志啦。伫1939年。南海是高雄的啦，高雄那当有足够出来宣布，西沙群岛、南沙群岛改名叫做新南群岛。伊嘛新南群岛，迄、那个下骹吼，迄石油哦，比阿拉伯较济啦，济两三倍啦。我甲你讲，各国若发生战争，绝对是南海，绝对的啦。本来伫中东发生战争，落尾刷去中亚，即嘛要走来。南海，安怎看？美国咪宣布啊，伊讲要裁军啊。但是裁军啊，这个东南啊，这个南海这个所在，伊的军队啊呐，哦，一半以上的舰队伫遮呐。啊，即嘛中国吼、哦，冒一烧啦。伊讲有航空母舰，我等下再讲予你听。迄只毋是航空母舰，迄海上旅馆啊。我讲的毋是乌白讲的，真正。迄豆豆是因为中国问题太济了，我先讲法律予你知。马关条约，台湾这块土地已经挂予日本天皇。啊，日本天皇，日本这个国家这个组成安怎做的？日本天皇是日本的国体国体，在还没战争的以前，就是还没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以前，天皇讲话上界大。咱今日伫遮哩讲天皇，安尼敢若无所谓。那迄个日本时，我看在座可能拢知影啦。讲到天皇两字哦，都议政呢。啊，逐工爱向迄个当兵吼，较惊咧呢。有皇帝的国家拢安尼啦。恁过去可能未感觉，包括我嘛未感觉啊。皇帝哪有啥？皇帝敢若咱伫看相片，皇帝尔。但是这边哦。12月2日，咱去日本的靖国神宫，甲日本的皇宫吼，有足侪人看到皇帝出来吼，不由自主哈，目屎哭哭咧。日本人嘛安尼啊，看到皇帝吼，
感觉讲，迄敢那是咱的老爸安尼，迄款的型。啊，当然啦吼，中国人开始甲恁颠呢。虽然咱有150个民政府的人，政府的官员，咱的官员哦，去甲拜哦。中华人民共和国，甲今日无抗议哦，很奇怪呢。李登辉去拜，好报出七大字。伊台联派迄个苏进强，迄当伊的主席去甲拜，报出七大字。等下听讲爱国同心会，过去甲闹。咱去，甲今日为止啊，12月发生的代志，有人吗？没有啊。日本的皇宫头一摆出现两支旗，第一支是日本国旗，无话讲。第二支啥？咱民政府的旗，你有看无？有图为证的，这拍记录的，这代表什么意思？要入去的时阵，本来讲民政府的旗袂当入去，因为当时嘛，足侪外国人伫遐，啊，每一个国家拢摕个旗啊入去，敢袂好？会使哩？袂使啊！人乌人嘛伫遐，乌人讲我要摕我的乌人的旗啊，会使？袂使。通偏偏就是台湾民政府这支旗会当入去。是咱毋知影，日本天皇知影，咱毋知影。阮阿公的台湾，即马要来甲我接收欢迎啊！所以啊，日本的一寡因为建树以外，日本政府遐参议员、众议员毋捌听到咱这个论述的时阵啊，雄雄讲哈，日本还是日本天皇的，台湾是日本天皇的，啊，我民政府就要摕转来。欢喜噶！我讲小蛋，台湾虽然是日本天皇，但是因为明治宪法去予马卡萨甲修改过啊。对日本政府来讲，日本政府甲日本天皇中间的迄个连接点啊，去予切掉去啊。所以日本政府伊会当去施政，但是日本天皇袂当甲干涉。啊，对台湾会使哩干涉无？照法律来，会使哩。啥来说？1945年4月7日，日本天皇颁布明治宪法，伫台湾实施，予台湾人参政权甲参战权。哦，这个参战权就足足厉害啊！参战权伫法律内底啊，就是台湾人变作日本的国籍。这个所在啦，所以你若今日，大家要甲日本讲，你国籍还我，这日本天皇的诏书4月7日看，昭和20年是1945年。喂，所有的大臣拢有签字呢。11月的时阵啊，日本的外务省派两个人来跟我见面啊，我坐这个诏书我看，我这个诏书算不算数？你看，日本天皇的印章在上面，算数。不是只有这样而已，还有两个文件，一个法律第34号，还有一个东西法律第191条。34号的法律是什么？台湾可以派三个参议员去参加日本的那个贵族院，就是上议院、参议院，可以派5个众议院、去参加日本的议会。这两条有废除啊，日本投降以后啊，有足侪法律拢废除啊，多这两个没有废除。那较巧的人想就知影。不过，台湾民政府若要派3个参议员、5个众议员，日本政府敢袂当甲咱拒绝？无资格呢，他要同意呢，他要同意。所以你若以前也要日本话哦，赶快继续保持，你有机会呢。啊，若无受训的，更加无机会啦。爱排队呢，啊，恁第几期？24期。当然，恁头前阁有23期吼。头前若要升手，你就歹势，你爱防先就位哈。但24期还算真早，因为台湾吼超2000万人啦。啊，你们减讲400万，本土台湾人超200万，2000万尔啦。迄400万是，我袂讲低啊啦，但是这无吼。那个北京大学的一个教授哈，讲因是啥？因讲狗，香港人是狗啦。
这夭壽啊，讲咱台湾人比狗还不足啦。这还阁不要紧哦，又阁讲啥？有一小撮的台湾人呐、啊，想要去跟日本呐、啊、统一啦，你讲咱呐？啊，遐中国人是要甲中国统一，啊，在了拼看卖啊。到底是要甲中国统一有法律，还是咱要和日本的统一有法律？当然是咱，但是咱不要甲伊统一来，咱要自治，所以这个改做自治啦，自治啦。啊，这自治不是我发明的，是1950年旧金山和平条约签的以前，联合国已经甲你决定了。六点，你拢唔知呀？秘密档案第五条，要鼓励台湾走向自治，因为。美国人也真惊讲台湾甲日本搭起来吼，哦，夭壽这全世界上强的。我讲甲你讲一个秘密，你讲美国人、美国甲中国的关系到底是啥物件？中国虽然这么歹，美国人有要想要将中国甲消灭无？没有，没有，正确。1966年文化大革命拄啊开始的时阵。苏联通知美国，我们去奇袭北京，我们将伊的核子武器啊，给拔掉。美国等一等，不可以。哎、欸，那今晚讲不可以。伊讲你如果消灭中国，会危害到我美国的安全啊。不是干那安尼尔，伊嘛足惊日本消灭中国，因为日本若去消灭中国啊。安尼，日本会去威胁到美国的安全啦。那何里台湾甲日本个合作会啊，死路啊啦伊啊！全世界的东方，卖讲东方啦，全世界的人啦，敢那一种的黄种人去拍到美国本土去啦。什么人？日本。啊，讲有啦，槟榔灯嘛有啦吼。人家有规模的哦，去甲炸到咪嘛，日本。日本偌厉害呢？我等下讲予你听。先来讲这个法理，因为你今日来的目的，你也先学这个法理啊。你若无学法理吼，你逐天都对啊，你郁卒，我无甲你骗。啊，你若知影这个法理吼，吼、哦，你袂郁卒，你每天活得很快活。啊，袂安那比，当然是时间到，自然就主权、政权，先予咱台湾民政府。我甲你保证，绝对行安尼啦。时间的问题啦，无管你讲安怎乱、安怎乱、安怎闹啦，没有用。所以我阁讲予你听，你就知影。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二条的美已经讲啊真清楚，日本政府放弃台湾的主权权利，但是这个中间没有牵涉到天皇，所以。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天皇没有影响，但是迄个改宪、迄个宪法啦，啊，这对日本的影响真大，因为宪法的第九条，日本的宪法第九条已经和日本天皇对所有的政务的代志未当去管。那阵日本政府、日本天皇有一天要阁倒转来管日本的政府的时阵，要安怎？你知唔知啊？我有甲设计恢复和台湾的关系，因为虽然日本的宪法改变，有牵涉到台湾无？没有呢，没有呢。因为台湾到今日为止，还阁是美国军事政府占领中呢，只不过是中华民国代替美军来占领台湾呢。这大家都未感觉真奇怪，但是你也感觉真奇怪，讲奇怪，每一摆总统人宣誓，都爱美国总统的贺电，啊，但那是就职，这贺电代表什么意思？那也不爱讲，和国务卿加贺电，啊，就一定爱总统授权许可丢，是谁授权？总统授权，为什么是总统？都要开始。刚开始拥有这个占领权的人是什么人？共军联婚呢？美军的谁？哦，哎，总统那个麦克瑟，麦克瑟不是总统啊？杜鲁门呐、啊，
杜鲁门因为攻击台湾，所以他取得了占领权呐、啊，国际化下，渐渐化下，所以杜鲁门以后的总统程序下来，一定要总统许可了，国务卿也不算。所以是安怎？台湾人每一摆，因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宣誓，干呢苦苦都伫等讲看迄个日美国的总统有迄个贺电无？阿扁啊，迄、那个领导上好啊！阿扁啊，2004年的时阵啊，大乱有啊，连战出来讲啊，这阿扁窃国啊，因为两粒枪支有啊。啊，落尾啊，迄、那个贺电落尾有搞啊，但是迄搞的进程有故事呢。帮忙阿扁的是小夏新呐、啊，迄当个处长啦、啊。阿扁甲这个夏新还不错。伊甲问讲，美国总统为什么不给我贺电？伊讲有啊，那个贺电就摆在奥巴马的桌子上面呢、啊。啊，布希啦，拍谁？一张是布希啦，摆在布希的桌子上啊。啊，我要怎么办？你的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告给他拆出来，给他打起来，马帕中马上拆掉都没有关系。所以国民党遐人嘛知影，伊冇内线啊。哦，那边中央选举委员会要打那张啊，小拍拍到密密麻麻，玻璃弄破，这样会像暴动的有啊，他不爱给打，他不爱给打，后面他也怕他打起来，想拍一个拍一个，拆掉不要紧，没30分钟贺电已经到位了。所以你就知道说，台湾今天还是美国军事政府占领下了，啊，有的人就跟他说啊，你黑白讲啊，阮拢无外口无看到美军呐、啊，啊，那去军事占领？所谓的占领，你讲这个领空，你啊领空，美国若宣布这个领空，什么飞机都袂当甲飞过，你打飞过去，我就飞弹把你打下来，安尼有没有叫做占领？占领，唔是讲你看到兵啊，就叫做占领。88水灾，那直升机落尾降落有啊？你我印象足深的啦，那查某的有啊？甲你毕业军队啊，有啊？无讲话，甲你讲安尼，你唔捌看过美军吼？我就是美军啊！啊，伊来的时阵有甲你通知无？没有啊。搁一个代志，311日本大地震海啸。美国撤退800个有啊，撤退的时阵 AIT 宣布 AIT 停止营业，拢从撤退机场，机场家己接管海关加迄个移民署。遐美军到伊的时阵有经过中华民国的移民署无？没有，啊是伊的因啊，等下就互你入去，哎，哪有安尼？伊只不过人可比讲伊是大使馆呐，当然伊毋是大使馆。就是讲，大使馆伊嘛无迄个权利，敢毋是？伊哪有权？为什么？占领中嘛，占领的人，我讲安尼算是呢。所以讲到等下讲228，你甲抗议，中华民国去甲美国报告哦，这些人不服从我们占领，他们在请愿在抗议，所以安那台啊，咱给谁？根本中国人将咱台湾人当作是日本人，甚至嘛将台湾人当作被占领者、被占领者。他是占领的人呐、啊！你甲看最近即摆马英九第二任啊，所有的部长啊，18个人是中国人。我甲抗议啊！我甲美国抗议啊！你马英九用台湾人、本土台湾人去当部长，让台湾人的头脑搞不清楚啊！哦，这样我们都是一家人、啊、如果台湾人就是这样，你如果说起来给他说总、什么叫做什么族群分裂，各位本土台湾人、啊、爱精神了啦，要醒过来了啦，除非我们觉得说好嘛，你就管嘛，中国人继续管台湾，会有什么现象产生？会
会不会回归，会不会跟中国统一，不会，绝对不会，你放心，100%，不是99%，100%不会。为什么？你想看什么？很简单啊，美国跟日本打仗，台湾是日本的土地，台湾要处理的时候，美国要找谁商量？要找什么人讨论？什么人？日本啊，以美国去找中国讨论，伊无笑过。讲实在啦吼，台湾后摆问题要解决啊，对几个国家参加，你知不知啊？对几个国家来？恁即马听我讲了，恁来作为来讲，爱叫几个国家来参加？美国嘛，美国免讲，美国一定嘛，伊怕日本的嘛。啊，这个土地日本天皇的嘛，所以日本天皇爱参加嘛，对不对？啊，过来呢，英国哪有关系？拜托的，拜托，英国啊，你干脆甲我讲苏联较紧啊。对对，台湾民政府没有错。啊，搁一个嘞，对，流亡的中华民国。但是流亡的中华民国啊，美国我会当甲要求吼，对不起。你美国是占领啊，中华民国代理，我不要他，啊，就给他拆出来呢。咱家己爱做主人啦、啊。我讲的，如哪讲我讲的有错误，咱现主席这全世界这所有读法律的国际法，拢会咱甲反驳。可惜呢，三年呢，首相无敌呢。现在、哦、没办法反驳、哦、都开始黑白造谣了。他说 我们不要，因为什么？他说 我很专制呢，我哪有专制，我照法律啊，法律这样就是这样啊，你如果贪污就要清查啊，一定的啊。各位在座的都是将来真有可能台湾民政府的行政官员呢，我们总不可能说去叫一个民进党伊来参加，后摆美国要谈判的时阵，坐来讲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，倒，占领还佫主权独立。我问你，你听安尼，我问你，台湾美国讲不可以公投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不是国家认为，不是国家也可以公投啦？啊，不是国家不能公投比赛，不是国家也可以公投，但是台湾为什么不能公投？哦、你有上过课诶，我即摆拢回答较足顺诶，无唔对啦。台湾即个土地有两种人啦，一种叫啥？咱叫做本土台湾人 ，the people of Taiwan。另外一种叫做流亡在台湾的中国人。啊，两种人要公投是咩啊？公投是听伊诶，是听咱诶？所以比讲不可以公投，袂当公投，一死都不爱甲伊讲原因呢。啊，哪会不爱讲原因？美国利益嘛。因为他用台湾在钓中国嘛，所以我们跟他告了，我说夭壽喔，你用我去做饵，我好像躲温了咧，啊你生那只大鲸鱼，欸，我如果去吃去咧，所以我们开始反抗，用什么反抗？用法律来反抗，我跟美国说，我们不要暴力，有啊，他说，啊有的人喔，有的推阿民的说喔，哦，要讲中华民国兵哦，倒啊，就按暴力啊，用武力啦，唔通用武力啦，你的武力你绝对无法度比较强啦，我无甲你骗啦，人有当去做兵啊，叫咱台湾囡仔来拍你啊，啊，你用武力，莫用武力啦，爱用啥？法律啦，法律是比啥物啊较厉害，你知唔知？美国的法律，若讲这块土地爱行咱，都爱行咱的，啊，像咱美国到今日为止，你甲咱支持民政府。因为2006年10月20日，咱个告啊，告了，表面上三个结论啊：本土台湾人无国籍，本土台湾人无国籍承认的政府，本土台湾人生活伫政治的联合，政治炼狱。第三项、甲第四项、甲第五项啊，写啥？要求美国行政单位。爱帮忙这些原告，要求美国行政单位要帮忙我们原告，原告告了，啊，这也是在帮忙咱啥？伊拉克，美国去占领以后，
伊拉克同时啊成立了二十几个民政府呢，伊这是按照战争法成立的。哎，即马有人就足侪台湾人嘛巧呢吼。哦，啊，恁这个团体已经成立台湾民政府，我马来去成立台湾民政府，可以吗？可以啊。问题是美国要承认对一个，你想美国要承认对一个？你承认对一个？你唔敢讲？啊，甲你讲台湾好哩，你讲唔知啊？你去告美国啊，啥物人告承认啥物人嘛？啊，对不对？你去告的嘛？你虽然你即马加入，但是你即马嘛是加入来来这样呢。咱个是咱规个团体呢，不过若有代志变烦恼，是我去担，袂叫你去担啦。当然惊死的，哎，不是我讲的哦。那日本吼，第四任、第五任的迄个行政，迄个做迄个民政长官呐、啊，奥多新贝啊，伊讲的哦，用啊台湾人最好管的，三个原则就甲斗起来。台湾人哦，惊死，爱钱爱做官。是讲吼，这三项哦，全世界拢嘛同款，袂当讲咱台，但咱台湾人哦，因为有迄个二二八，有白色恐怖，台湾人较惊，还阁惊呢。我讲一个，我妈妈都惊，八十几岁啊，啊，阿兄啊，你安尼做咁好，你又好厉害乖哦。我下在座恁今日见一见吼，恁周边嘛有人安尼甲你讲，我拢看会出来，我毋是毋知影呢。我是知影，但是我不爱讲呢。点破你就清清楚啊。但是是安怎？一开始我讲迄份已经分给因啦。内政部吼，甲你发一张公文讲啊，台湾民政府唔是非法的组织。你有收到迄份公文无？没收到。哎，安尼更意外，倒呢？安尼等你分给恁啦。摕这份给你吼，你的护身符啦。你若要来参加，哪个讲迄个好看？台湾民政府，哎、欸，用政府两字呢，好可怕哦！你袂感觉吗？好可怕呢！政府两字，啊，若这两字无犯规哦，啊，恁即摆恁等于恁当哦，你甲开一个本政府，你看你会有代志无？但是啊，会提哦，你即摆爱讲台湾民政府哦，你不可以说台湾政府哦。台湾政府就完蛋哦，这就违法咯。为什么犯？为什么犯？伊流亡中华民国的国安局会甲你找麻烦。但是咱的身份证顶光写台湾政府，那也无代志。因为迄个台湾政府唔是咱家己讲的，是美国国安局叫咱写的。啊，若有代志你找美国啊？迄张身份证要创啥？你敢知？美国讲咱用迄张身份证。要予咱唔免签证，我是甲要求，袂当叫我摕中华民国护照，安尼我要入去美国。所以你也看咩吼？选举以前，美国讲中华民国护照要予伊免签证有啊？迄当阵啊，有两个单位不爱甲签呐，国安局甲司法部啦。有这两个单位不爱签啦，美国哈不爱签啦，啊，所以希拉蕊甲这两个单位讲袂行啦，是希拉蕊才去甲奥巴马斗啦。因为我做国务卿哦，啊，我美国的经济遮尼歹，啊，我要增加遐个人，啊，所以我即马即国安局甲司法部就头壳摸一烧的，我哎，你叫我做的，啊，你即马你若核准，我这份免哪甲处理。我最后我可以退一步，两者同时可以进去。啊，两者我无要摕中华民国护照，你美国 USMG 美国军事政府爱学菲律宾这个做琉球同款，发一个旅行证件给我。其实你若用法律哦，你会发现讲哦，你生活得很愉快。咱这无。十二月三十一，咱万年会请我的，咱就讲唔通去投票。人讲，啊，若无调，你爱负责，我未调啦，差八十万啦。迄咱讲的，
十二月三十一，三十一号忘年会，我们已经宣布了。你去看影带，录影带。你去看录影带，80万呢。所以那一天哦，十四号开票，一天有四个日本教授在一家啦。那日本教授说，可能会赢呢。我一定输，而且输80万，刚刚好。开票开了个人啊，大家嘴也开开。有人赚到钱呢，人也无下呀。屏东有人听了我讲80万哦，伊就做头呢。无人相信讲80万啊，伊大赢呢，但叫警察抓到了。啊，警察讲讲，啊，你来知影？用阿都台北有人讲，上讲不讲的。啊，迄当阵哦，咱无钱足无彩。无啦，迄讲笑啦，嘿。不，我讲的拢属实咯。迄联络部有写这个消息咯。啊，今日营养九点，圆明台要播出我们忘年会迄段。啊 ，TVBS， 伫迄个咱要去日本的迄礼拜播出，偷偷甲咱录音啊。其实免偷偷录音啊，咱即马伫遮上课吼，拢总现场实况转播。你唔相信，你也看麦啊。现主持，刚刚即马伫讲话，现主持有几啊千人啊，伫美国、伫日本啊、伫欧洲啊，伫看咱的节目呢。我们没有公，没有秘密，我们讲的拢总公开。我讲美国讲啥，我就讲，啊无你就去问啊，绝对袂讲咱啥咧乌白讲，有根有据啊。啊，选了有根有据，我来才敢讲。啊，你美国敢讲，你美国嘛要负责任吗？是不是啊？你美国不能说美国国安局，你免惊，你惊啥？我唔惊，你惊啥？你也站出来。所以，咱今日台湾民政府是愈来愈旺啦。你也看麦啊，所有的台湾本土遐组织啊，愈来愈啦，愈流血。就是消息，为什么没有中心思想嘛？你若有中心思想，你若有对的论述，我们没有什么好害怕的嘛。你伫惊啥？咱有一天一定会自治，想讲自治，咱的后代对咱来建国噶啦。上好台湾先自治啦。安那讲？台湾过去受中华民国迄个体制啊，坦白讲，头脑拢已经未清楚啊。你不清楚的。美国有敢讲你话听啦？用你们不要走，到后摆变作像古巴安尼呢，行为共产主义去。古巴就是安尼啊。所以，先咱来受训，美国敢要求啦，咱台湾民政府爱训练4000名，这上基本的。这个4000名要创啥？我们要接政权。爱算计无？免算。即马算计是啥物物件？是流亡中华民国的体系呢？我直接预测予你听。民进党，我家叫做伊叫做中华民国民进党。伊讲哦，有人讲，我袂讲啊，人民进党讲我是台湾的。你看伊当中第一条写啥？我们名字叫做中华民国，是主权独立的国家，有无？是安那？蔡英文，美国不爱佮支持。袂歹呢，恁一干听我佮你讲遮吼，遮机密档案吼，恁都有够硬啦，我袂骗。9月份，蔡英文讲去美国去五角大厦访问，这是台湾人头一次。你有看到这个消息？有安尼写无？胡说八道，他根本没有去五角大厦。我哪样来讲？美国国安局正式跟我讲，他根本没有去，伊就去国会诶智库诶办公室，当场写这个叫做蔡英文和两个美国人讲话，其中一个是国安局诶，一个是国会智库诶这个主任，讲啥？讲真侪话，其中有一句话伊讲，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，美国就欢喜，你这台湾人已经跳了，讲对了，
无想到讲伊倒来台湾十月十一，伫劳工中心高雄讲迄句话啊，美国全毙命啊！伊讲啥？中华民国就是台湾，台湾就是中华民国，中华民国不是已经不是外来政权，叫台湾政府。美国毙命，讲这句话，罗曼伊讲，哎，无人，这是为了要骗选票。政治人物袂当讲骗选票啦，政治人物讲话爱负责任啦。即句话什么意思？你敢听有？要台独嘛？伊要独立嘛？啊，美国甲你讲遮济摆，台独代表战争，即台独代表战争是什么意思？中国会甲你拍对不对？唔对啦，是美国要甲你拍，啥物人甲你见面，啥物人讲不可以。是美国会打台湾啊，这个陈水扁就任的最后第二任最后的 那几个月，他一直要宣布台湾独立，美国给他通知，美国给他通知什么？要为主赢部队要进来，他如果宣布独立，我给你保证直升机绝对到位，将阿扁再造。阿扁的身份是什么话？你知不知道？他是流亡的中华民国总统兼占领区的行政长官呢。美国的贺电，你敢看2004年、2008年、2012年的贺电，没有恭贺马英九总统当选中华民国总统，没有这个字眼呢。他是给他恭贺说他当选行政长官呢，所以你读这个美国跟美国读这个东西都要看什么？看原文啊，你如果看汉文，看他的报纸，我告诉你写得很难看，所以我说你看没报纸了。那两天啊，我们本土派有人寄一本书给我，我给他打开第一页。最近台湾跟很多国家断交，我随便合起来，我放在垃圾桶。台湾什么时候跟人家建交？台湾跟人建交有无？没有啊。什么人跟人建交？中华民国跟人建交啊！中华民国小麦送到我家来。中华民国跟其他国家建交跟我台湾没有关系啦。台湾退出联合国对不对？当然不对嘛，是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，不是刚退出联合国叫踢出去啦。2758齁，跟咱台湾无关的呀。啊，你们奇怪，这台湾人拢很奇怪，台湾人足爱做中华民国的呢。啊，中华民国台湾拢夹做伙啊，拆袂开啦。今日来受训，就爱知影讲，免啊拆开啊啦。后摆你若看报纸，写中华民国，你甲换做台湾；啊，若中啊做台湾，你甲换中华民国，安尼看就对啊啦。啊，若无你真正不要看报纸，我无咧骗哦。这很严肃哦，我甲你讲。哎，毋是爱看。你即摆有受来遮受过训，你爱去看报纸，你爱分析讲报纸写的对毋对？台湾今日你来看哈，这个贺电解码，你来看咱的台湾民主的官网啊。我看即摆很注意网，迄、那个网络有够侪啦。后摆国较侪，我无甲你骗。即马台湾民政府啊，后摆有人会创一个什么福尔摩沙民政府啦、台湾民政府二啦、台湾民政府三啦，迄个咧，即个才是咱台湾民政府正式的官网啊。我是秘书长，啊来中立，他都要上甲你上课，后日要搁有咱的。那个参议院的院，那个议长，我跟你讲哦，你也感觉很奇怪，拄啊开始哦，你没习惯啊，啊，那有总理啊，啊有议长啊，啊有内阁哦，啊有州啊，那个各州啊，六个州啊，
啊，州内个州的内阁哦，厅长啊，州个州的参议会哦，那有千多人的呢。所以呢，美国讲，恁民政府即马敢那一粒鸡卵，要搁你孵啦，孵化啦。啊，所以有人真侪人讲呢，啊，美国为什么不给台湾民政府金钱呐、啊？为什么不给台湾民政府哈、哦、啊资金呐、啊？你知道美国甲我应一句话吼、哦，我是来食的饭还蛮配出来的，伊也甲讲啥你知道？你要搁一粒鸡卵，你是要哪食米啦？哦、我的天啊，美国人吃汤了就好呢，因为民政府要给你补啊，被补出来啊。你若变做鸡，你要吃米，你就吃会落嘛。啊，你即摆搁卵，你是要哪吃米？有理无？解释一下呢。有理无？较有精神的啦。遮寒唔用鸡化，你就较烧的。有理无？有啦，免迄个学啦，有就好啦。美国人吼、哦。我坦白讲，我真济伊咧甲我讲遐吼，伊足济代志拢安那，我歹势直接甲你讲。譬如讲，2001年，咱民政府是2008年的2月2号正式伫台北市成立，同时向194个国家拍发电报，要求因承认。咱两个国家承认尔。啊，甲去年的4月28日哦，日本政府承认啦。啊，日本政府哦，这无答案哦，安那承认你知唔知？咱落去甲看日本政府，咱落去甲递迄个请愿书嘛吼，爱、哦、甲、啊、你回请愿书。请愿书第一句啥啥？台湾民政府啦。啊，这毋是承认，无是啥？啊，伊不爱公开啊。啊，咱台湾人就咧郁卒啊。啊，哎呀，台湾民政府无人承认啦。啊，美国也有承认，啊，伊哪甲你承认？2001年9月8号，替咱伫美国华盛顿 D.C. 办一个酒会，当时5个人来，5个单位来，美国的国务院派人来，摕名片给我，我无去参加，给我的代表。美国的国家安全局嘛有甲，有真侪人有甲伊见着面，伊甲咱讲话，伊迄人甲咱安怎讲？伊讲，我们现在已经替你们台湾人啊，已经开了一条路，你们就按照这一条路走下去。美国的国防部、美国的 CIA、美国的司法部，5单位拢来啊，规天拢不爱写呢，当然嘛不爱写，上面甲你写，写咧甲地吼，中华民国明天就拜拜啊，啊不爱写呐。可以加我一些、啊、我也希望他加我一些，因为我们的时间，我们要教育台湾人，这4000名我们还没，所以美国常在问说，你们准备好了没有？我们准备好了没有？还没有，这是健康的。你不能大声说我们准备好了。我跟你说，今天马英九、哦、他全用机器再造啦，健康交给你啦，我们欢喜去欢喜吗？看不起台湾人400年不要自己管理自己啦，自己没有管理就对，也没有国家的样子啦，什么叫做国家你搞不清楚啦。台湾后来有总统吗？会不会？不会啦、啊、有什么东西？总理啦，因为是自治啦。所以后摆民进党、中华民国民进党会不会存在？不会。国民党、中国国民党会不会存在？不会。中国未接受啦，你莫讲啊啦。伊啊去金门妈祖，我唔敢讲啦。啊，就两个啊，无好啦，这两个政党，一个去金门，一个去妈祖，好啦。啊，反正都阿拼。但是吼、哦，伊现主席的气氛啊，你去外口讲讲民进党吼，人会甲你牵石头。我甲你讲，啊，你这吼、哦、卖台啊，啊，这中国派啦。所以呢，我常你讲，你会当讲，但是重要放在你的心肝内底，你的心内底，啊，你也知影。
因为美国有说啊，不管你台湾人怎么样反应啊，我一定会回到台湾的、啊。我们准备好的时候，没有错，我就是这样问的。什么时候？你都还没有准备好啊！你总袂当讲，伊即马转来台湾，入来台湾，军事政府入来，啊叫民进党讲，啊你来执政，还是叫国民党去执政？啊你看了几月啊？啊伊遐袂，民进党执政会等于会甲中国交接起来，你要相信吗？你看伊当中第一条就知影。前十天有一个北京大学的教授叫做孔庆东，孔庆东对，伊讲迄话足趣味的，因为香港人都是狗。后边一段哦，当伊骂马英九啦，因为马英九也是要台独，为什么要台独？伊讲中华民国就是台湾。所以要台独，无唔对啊！中华民国就是台湾，就是要台独啊！因想要将中华民国就地合法，国际法有规定啊。流亡政府不可以就地合法啦。讲一个足简单的就好，西藏的流亡政府伫印度，我请问咧，印度人有去选西藏的总理无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那我们刚回答呢？无啦。啊，流亡的中华民国在台湾，叫台湾人去选，台湾人去甲选总统有无？推阿明嘛。安尼这不是推阿明无意思啊？啊，就全世界讲啊，你台湾人才戆。我唔是低啦，迄边低啦。人讲中国低啦，日本狗啦，台湾是人啦。但是吼，啊，台湾牛啦，对啦，台湾牛啦。戆牛啊！台湾人安那戆做啦，好笑哦！啊，若讲有地要赚哦，吼，做甲要死啦，可怜啊！咱其实咱台湾人免安尼做，咱就有钱啊！你敢知啊？你敢知啊？有没有方法？所以你才来上课对不对？所以来上课是咧求财啦！来，我跟你讲。但是我应该是这个讲的物件爱伫较后边啦吼，啊不提，伊讲了钱，咱先知影嘛吼。台湾免哪有钱？为什么？我有较有讲啊，你交房屋税、交地价税，因为顶管有一个人叫做啥？是天龙爷嘛。天龙即摆因为天龙即摆无管，啊所以予中华民国来代替美国来咧管咱，啊这钱拢中华民国收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台湾这个土变成有主人嘛？啊，那变成主地，美国直接入来的时候，歹势哦。战前我有规定哦，你袂当叫，互你占领的这个人去缴税呢。袂当叫咱被占领的人去做兵呢。你做兵就要效忠什么人？家己国家对，家己国家。啊，你做兵拢效忠谁？中华民国啊，中华民国是咱的占领者，啊，那个效忠中华民国，那是违反世界，那战争法呢。所以台湾人免做兵，啊，你看咱抗议了，刚刚把这个奥巴马抗议国家告以后，伊知影，所以伊下令马英九不可以在台湾征兵，所以马英九才好死呢，咱免做兵。2017年变成啥募兵？歹势哦，嘛是会使募兵呢。总有阵啊，也叫遐中国人来做兵啊。你看讲，我你袂当叫中国人来做兵，你应该袂叫人做兵，爱叫啥？美国人。所以咱民政府来接权，咱的港口、咱的机场做啥物人？美国嘛，啊做敢免钱诶？中华民国用咱的机场，用咱的迄个。那个军港啊，拢无付钱给咱呢。后摆要甲讨，我甲你讲，夏威夷的机场、夏威夷的军港，美国政府去用，有付租金无？付足多的。你知夏威夷所有的收入第一名是啥物物件？
租金啊，夭壽哦，社會偌好嘢呢？你唔通叫伊讲去啊？社會看讲哦，观光客这么多，嘿，观光客占遐个社會总收入20%-30%不到呢，军费啦。所以台湾后摆有足有钱啊！啊，而且台湾人做生意免交税金，这台湾人上爱，我无骗你。啊，你若变作家己国家建国以后，爱交税金嘛？哎、啊，要交税呢。所以我甲你讲，你台湾人免甲我骗，大家台湾人头脑夭壽好。若讲建国爱交税吼，啊，住地免交税吼，不要哈。我老早吼，我一年前我咧讲的时阵吼，我唔敢讲建，也唔敢讲住地呢。迄阵还未受训哦。我若讲住地，无讲建国吼，我话怎样怎头歪咧怎出去。啊，你无要建国，我不爱听。无唔对，住地啦，叫渐渐回来。所以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投降。9月7日，日本天皇甲政府签投降书。1951年9月7日签旧金山和平条约。1952年4月28日，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。这个经过安尼。所以旧金山和平条约是决定台湾人的命途的最后的一个防线，但是在座拢无去读旧金山和平条约，含遐读法律的，你甲问讲啊，你有读旧金山和平条约哦？没有，你好可怜啊！啊，就是互你读旧金山和平条约啊，嘛是读汉文的呐，还读中文的呐。你若读中文的吼，你著第二条，你也解释日本放弃台湾主权。其实汉字内底这个主权的意义啊，拢搞不清楚。你也当去咱的网站，台湾民政府的官网，迄旧金山和平条约吼，第二条、第四条、23条、6条啊，我甲听甲清清楚楚。含白阿军拢看会到，阿南的时阵吼，就足清楚啊。因为台湾关系法内底讲的台湾人是啥物物件，你知无？听好哦 ，The people on Taiwan。但是旧金山和平条约上海公布讲的台湾人是啥 ？The people of Taiwan。诶 ，of Taiwan 甲 on Taiwan 有啥物无共款？你两个翻译做汉文的时候，两者都叫做台湾人，其实差多大倍。The people of Taiwan 就是正港在座各位本土台湾人。The people on Taiwan 就是活在台湾这个土地的台湾人，包括马英九。所以你不能说英语不重要，非常重要，含遐日本的推面嘛同款。甲日本甲最近哦，开始知影。所以不怪吼，我的文章在日本吼会唱呢。我每一摆来一篇文章出来，我即马写1000篇啊。我来写哈济。那阵讲咱讲的无道理、无法理，我讲我写5篇就写袂落呀。你也看，所有咱台湾独派也好啦，台湾独立啦，台湾啥物话迄种的吼，本土遮写的文章啊，建设拢差不多啦。咱的文章绝对无同款，每一个代志发生，咱用渐进法解释甲清清楚楚。那国际法要来解释台湾的地位啊，干那解释60%啦，甚至50%啦，你解释未清楚啦。但是呐，用渐进法来解释台湾的地位啊，清清楚楚，一清二楚。这个款呢，咱台湾坦白讲吼。原住民哦，对咱台湾来讲啊，因比咱普通台湾人较伟大呢。这无吼，你敢看咱12月21日去日本建国神社去甲参拜，啊本来安尼几百个安尼塞酷酷练，
因为拄啊以前的时阵有一个叫做高金什么什么美迄个啊，我知啦，我知，我听歪讲的啦。我很讨厌，所以我不想讲啊。我你讲遐大声啊！迄高金什么美迄个哦，伊其实拿起国际法来讲啊，他不是原住民的。爸爸是中国人，妈妈是原住民，说有国籍的人跟没有国籍的人的后代是等于什么？有国籍，因为美国已经跟你说台湾人没有国籍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你呢，你过去找中国人，找那些啊越南人嘛，同款。你台湾人去找越南人哦，你的囡仔变做啥？越南人呢？你不要搞错呢。哎呦，到底台湾的是台湾人呢、啊？你上讲啊？那安尼哦，那安尼啦哦。美国，你去美国，马上变做美国人干嘛？有没有这样？没有啊。阿妈经过十年呢，还是几年呢？啊，先给你绿卡呢。啊，所以咱的公民权利法案来滴，美国叫咱做制作这个公民权利法案，咱做出来。我们公民权利法案即马开始身份证的申请啊，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拿到公民身份证呢。有一部分人可能爱先提啥居民，提到居民以后，对，当变作啥公民。啊，你讲安尼还嗨啦？啊，我即马居民，那慢慢变公民，途径有很多啦。你有特殊贡献，对民政府特殊贡献，或者受训。受训当然是特殊贡献了。啊，你本来是规定咱六年呐，两年以后啊，才要给你公民权。所以后摆你摕居民的人啊，不可以投票。当然啦、啊，伫中华民国还袂离开台湾的以前，咱要要求咱的学员不可以去投票，袂当参加投票。但是以前拄啊开始的时阵吼，你甲要求讲不要去投票哦，吼，足艰苦的。有个人无投票的，足艰苦的。我无转互蔡英文吼，我暗时睏袂去。啊，你想讲你若转互蔡英文是拖你去死的？假设啦，即摆讲假设。表面上讲九二共识，蔡英文不承认。其实不止蔡英文不承认。1992年的6月11号，马英九也不承认九二共识。我今日是迄、那个文，我无摕啦。迄、那个文是美国的 CIA 号啊，是伊中央社的一篇文章。马英九不承认九二共识，罗贝尔应该承认九二共识，咱民进户承认九二共识。听好啊、哦，我们为什么承认九二共识？我们承认九二共识叫是什么？一个中国，但是台湾是台湾呢、啊？台湾是台湾呐、啊，全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啊，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啊，跟你台湾人什么关系？啊，你台湾人敢来想讲我是中华民国？啊，你就死啊！两个中国，因中国人要讲两个中国是因家的代志，国民党讲两个中国是因家的代志，啊，你台湾人跟你凑热闹，啊，你这个意思您听有无？所以我们要承认啥？九二共识嘛。中国是中国，台湾是台湾嘛，没关系嘛，一点关系都没有嘛。在马关条约时阵，已经永久割让给日本天皇了嘛。啊，第二次世界大战就签和平条约，并没有把台湾这块土地交给中华民国或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嘛。啊，有清楚吧？啊，所以你承认九二共识吗？承认啊。啊，马英九已经把承认了、啊，当然承认了、啊，美国改偷讲的啊。你个崔亚明，你不承认，你要承认，所以讲你承认啊。啊，真正崔亚明是啥？蔡英文啊。蔡英文讲迄句话，10月11日讲遐话啊，死啦！你当美国讲，他绝对选不上。其实美国要帮忙蔡英文很简单的，专台湾2000名 CIA 啊，只要一动员啊，中华民国免买票啊。但是咱无主张选举嘛，我是台湾人。我想要去选举，我去选流亡的总统，他用中华民国宪法，你叫咱台湾人去选他的总统，那完全不合法。所以马英九这个人，就是当选他中华民国总统，也是不合法呢。
你拢假报的呢？咱拢在座拢假报的中华民国国民呢？什么时阵变成中华民国国民？1946年的1月12号，伊的行政院公告一个0397号文，自1945年10月25号以后，所有的台湾人集体规划为中华民国国籍。国籍有迄集体规划吗？我无诶，我无看到。哪里有说集体规划？所以中华民国一个宣布吼，美国甲英国三拜抗议啊，他等一等，等一等，和平条约，对日和平条约还没有签，当时签1951年的9月8号签嘛。1946年就把我们变成中华民国国籍，在那个时候我们还有日本的国籍呢。那时候大家都有两个国籍啊，中华民国。但是真正中华民国国籍其实不是他的行政命令，是这个日本这个要求啊，1952年4月28日和中华民国签的台北条约啦。那个台北条约里面第10条啦，他说日本将现主席的台湾啊视同目睭看视同中华民国的国籍啦，啊，但是1972年台北条约取消啦，又没去啊，啊，你现在日本你不能再视同我是中华民国国籍耶，你要给他恢复呢，对不对？啊，你不要泡泡啊。当然啦吼，拍破嘛无啥着呢，因为吼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一条的尾啊，咱要等于做日本的国籍有问题啦。但是有一种人会当等于做日本的国籍，日本的国籍嘛，就是迄当阵有皇民化，1937年的皇民化吼，有改日本姓名的，这些人要回去吼，法律上吼没有阻挡的余地。有改日本名的吼，会当你姓有改，你吼你等于看，你甲称迄个做藤本，恁家的迄个父亲，听你讲，我请阮阿公的，我讲即摆吼，迄个户政事务所，雄雄1-2千啊，去甲请吼，拢惊着呢。你们要干什么？你们碰到那个诈骗集团？那身份证新券要1000块嘛吼，我若真借诈骗集团，甲你骗1000块，我未免吼。手段太低劣了，我骗人家骗1000万，判你1000块，1000块做到要死，我没必要跟你骗，我骗你1000块要怎样？但是吼，有的户政事务所的人吼，也真好心呢。当时什么所在当请啊？我跟你讲啦，遐拢早晚爱请啊，你唔相信？在座各位，我希望你拢爱请啊。啊，而且我嘛希望讲吼。咱伫遮受训，应该呐，随时偶尔，每礼拜吼，爱转来。你嘛有这张吼，转来遮住拢免钱啊。因为咱遮建的民宿啊，住拢免钱啊。我讲一摆啊，有这张吼，拢住免钱，但是歹势吼，真爱钱诶。因为咱毋是咱无美元呐，但是咱后摆若有美元的时阵啊，美国的重建基金有拨予咱吼。吃也不用錢了，現在喔，抱歉喔，吃多少算多少，這樣好嗎？好，對，這樣公平嘛，公平嘛，對不對？你大本來，人米皮嘛，讓你蓋著，還有讓你水，讓你洗身軀，還有肥皂，還有牙刷，還有毛巾，可以了啦，我不會騙啦，這喔，這棟的主人是姓尤啦，尤先生啦，給他拍拍手咧。伊无一只啦，拍卡下声音比较好听诶。无好啦，安尼就好。我要讲诶，就是讲吼，其实台湾诶国际地位吼，你爱足清楚诶。你若清楚以后吼，你袂向骗。你甲看恁诶桌边遐两张相片，一张奥巴马持圣经伫花式诶迄个，甲因迄个因太太啦，啊，搁一张迄是啥物？日本诶皇宫啦，二龙桥啦。咱的伫2010年9月7日，
七月七是咱美国邀请咱伫美国的华盛顿 D.C. 设办事处，迄、那个办事处到今日为止还阁伫咧。九月七八，甲咱办世纪饭店办一个酒会，有180个人来参加，其中有100个是美国人，80个是咱的人。足济咱的台侨听了哦，足欢喜的。这个酒会参加的时阵啊，你看迄个乌人哇，水水啊，迄个哇，豆饼，迄是主持人呐、啊，迄主持人是啥 ？CNN 的主播呢 ？CNN 的主播来当主持人啊！啊，当然我有跟你讲，5个美国单位、政府单位来参加，啊，4个美国的政治的家族，4大家族都有派人来。真正美国较关键的，含中华民国。国民党较关键，拢知影台湾的地位，还阁是美国军事政府占领。干那咱台湾推阿面，台湾人唔知影。国民党甲你讲要创啥？啊，你阿咪啊较乖嘞去做兵啊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以前哦，你若知影讲占领，你就讲哎、欸，啊，人迄台湾民政府讲我唔免做兵诶，你即马讲唔免做兵吼，伊唔敢甲你乖啊啦。伊即嘛唔敢甲你关，伊若甲你关哦，我替你去美国甲告。你搁赶去做兵，你好大胆！啊，遐做过兵的兵啦，赔啦，无唔对啦。所以吼、哦，其实美国爱赔有够多呢。啊，卖讲，安怎讲？卖讲。伊即嘛讲，美国惊呢，夭寿哦，二拜赔遮多，做兵的赔遮多。美国是免闹票啦。美国老啊，免烦恼啦。啊，但是吼、哦，但是吼、哦，国民党这个人，这个人吼、哦，我的看是安尼啦。当然啦吼、哦，美国 CIA 话讲，林先生，你要注意你的安全呢。我好啊，那甲拍死怎啊上好啊？伊怎拢媒体拢甲暗卡嘛？啊，那拍死我，啊死一个人，敢免报纸较大片的？啊，我那死。这个论述就出来，啊，若出来，中华民国倒，安尼唔好吗？啊，你爱拍手啦，爱拍手啦，我都无你惊，你惊啥？所以吼、哦，但是我跟你讲吼、哦，咱即马这个论述啊，愈来愈成熟，大家拢要来抢，足侪人拢要抢，太多人了，不管是政治界，现主席的政界。有名的无名的，拢在想讲哇，啊，这论述这么简单，啊，我当阵拢无想到，啊，我这样想到，我要来抢，设计东设计西无效啦，因为咱民政府规定啦，你要抢啊，会使排队来受训，位头开始，啊，无这管咱咧三工要创啥？三工咧，直接，啊，恁三工尔啦。总理啦，我啦，迄、那个议长啦，啊，州长遮个吼，遮个州长，这是为台东来的呢，啊，迄为屏东来的呢，每一期拢交呢，啊，毋是干呐交尔呢，恁交5000，阮交3000呢，阮无占便宜呢，阮要食饭嘛是照样交钱呢，因为啥呐，阮也无美元啊，所以你毋通想讲吼，啊，阮上好有经典话有无？有，但是阮拢毋敢呢。我拢阁关出去啊！迄是表示啥？大家即款的人啊，遮个人拢是正正刚刚有台湾心呐、啊。啊，所以我嘛真钦佩讲，因几个吼，的太太吼，拢遮尔啊谅解因。好佳哉，我无啦吼。啊，若无吼，我想讲，我徛伫遮可能有困难啦、啊。啊，即摆乌爸母呢，讲我有中国某呢。中国囝呢？哎，后摆吼，干脆讲我的白俄罗斯的某啦。啊，乌克兰较水啊，你有经验的款。迄是咱的政策。民政府后摆若执政吼，其中的第一件吼，就是讲要去欧洲吼，迄、那个也做北欧迄边吼，遐国家无钱嘛，咱来叫因18岁、
十六岁好啦，十六岁吼，甲二十二岁查甫查某金塔门诶来台湾读册，咱政府给伊钱，啊呐，甲咱两结婚哦，佮送伊厝大，你讲好唔？但是在座你拢无机会啦。啊，咱若安尼做有啥物好处？你知毋知？第一，改人改良品种，后摆拢金塔门讲英语呢。啊，迄、那个中国人、西中国人来讲吼，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诶领土哦，一日看，伊拢金塔门诶。啊，拢讲英文，偏阿翁会瞪伊。台湾这个土地后摆偌赞哦，你绝对想象不到啦。台湾人后摆唔免做啥物工课啦。台湾人有钱啊，十八岁以上的查甫查某，咱民政府已经决定讲，当然总理有同意啦吼，啊、哦，有同意你有看吼，迄参议长若来我甲问吼，伊嘛拢爱同意。十八岁以上的查甫查某，政府送你一栋厝。啊，你讲哦，我来建台北市的，我爱建台东的，你就错误啦。因为民政府之前两年的内底，要从东海岸遐高铁啊，拢总甲完成，予台湾人要去对一个所在，拢一天之内可以来回。安、啊、尼你要住台北市吗？我不爱，我要住台东，台东还是屏东？屏东嘛袂歹呢，屏东较热呢。我前两天去屏东，哦。有够热啊！我等下台北，我寒到要死嘞。啊，搁落雨都对，哎呀，好天呢，晒太阳呢，我那差哈济啦。所以台湾的南部的人较巧，啊，北部都无怪啊，中国城嘛，拢是挂中国啊，住伫遮呢。啊，问题吼，我坐计程车司机，计程车甲我讲啥？我吼，伊讲气到要死啦，我讲你气啥？我吼。伊讲，迄车有写一个迄个什么中华，迄挂迄个中华民国的旗啊吼，讲甲因笑啦。阮十趴选赢恁八十趴。伊讲啊，热狗啊，有影十趴选赢八十趴。我讲你哪选会赢伊啦？十八趴拢总伊的票，军工到人员拢伊的票，你哪选会赢伊啦？坦白讲哦，做票这咱无证据，咱唔通讲。安怎讲呢？你有啥物证据？但是十八发你拢知影嘛？我甲你讲，伊即马唔免买票，伊将用白票诶。麦克等吼，无啦有人安尼啦，但是吼麦克等吼，伊即马用迄个啊做绑迄个绑桩诶啦，因为西海有甲我控制诶问题。所以美国人啊，真正要帮忙论述对的人去做中华民国总统啊，很简单啊。但是咱都无要选举，咱啊真正讲要选 ，CIA 甲咱斗三工，咱就是无钱啊。我相信咱的总理嘛，调总统啊，但是咱都无要做总统的。咱是要照国际法来行，所以美国吼，伊才会讲啊，伊讲我们会协助你们。但是、哦、你们要协助美国，你们的老百姓的思想思维要很正确。所以我老咱嘛咧讲，你知影原住民本来台湾有几个？120万。你知影现在原住民多少人？51万。所以我们的政策第一条，原住民生一个小孩子补助100万。到120万为止，不是永远哈，120万为止。你只要原住民，你生一个，台湾民政府免费免钱送你100万，啊，搁18岁以上有给你厝可以住，啊，划定原住民的区域。原住民那安尼过去哦，国民党买去吼，安尼嘛是很奇怪。但是我咪讲伊会去哦买去啦。原住民也要觉醒，台湾人本土台湾人也要觉醒。你有一天你若想到真清楚说我没要去当票，那、啊、就先说了。到那天的时候，台湾就可以走出国际社会，台湾人才可以在这个国际社会里面头拿起来。台湾民政府到今天为止还没发行护照，台湾民政府只照美国国安局的规定发行公民身份证，
啊，这个身份证无，不是伫台湾做的，是美国国防部下骹的公司，即马伫替科威特伫做，啊嘛替咱做。咱的等级甲科威特同款。科威特啊，袂也袂可怜啊，啊咱台湾袂少见啊。科威特吼，因为伊有石油，但袂过来袂少呢。即马要建建一条建立到南海啦，来，今日吼上个车啊，大家拢也无要去便所，我看差不多啊。遮寒吼，啊楼骹有点心吼、哦，去食一个点心。明仔载七点起床，啊毋是哦，六点起床，七点食饭，啊八点上课。明仔载足艰苦的哦，明仔载爱上到几点？暗时十点。九点五十，好啦。哦，足计较的呢，安尼真好。不过我跟你讲吼，我咧上课嘛是同款吼，我都不能偷金减两，因为咱拢有转播吼，啊美国嘛咧甲你看，啊美国有关单位吼，咱即摆24届嘛，咱有两，其中有两届吼，拢有派人来参加啦。啊伊嘛同款的，咱伊嘛交钱，咱坐伫后壁，啊咱知影讲伊啥物人，啊嘛可以参加。不过咱安尼讲啊吼，咱即个建国。啊，咪讲结果法律啦，法律主题行业吼，欢迎大家人来受训。国民党、中国国民党要来受训，会使无？会使。啊，中华民国、民进党要来，会使无？会使。中国啊，这个中国共产党来要来上课，会使无？会使。当然会使啊。上课了，伊就知影啊，台湾是台湾，中国是中国。欢迎因来上课啊！所有的人要来上课，咱拢欢迎。我们没有秘密。但是因为我们没有秘密，所以美国尊重我们，帮忙我们。多谢各位，谢谢。起立，起立，下课。